优点是上海著名实业家聂成江的新宅落成仪式。据目击者称，8:45被害人陈秋生和三名手下进入现场。今晚来的宾客里有什么可疑之人吗？他有一个杀讯银行的股票经理，姓陆，名耀。昨天晚上喝多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放你的屁！你个杀人犯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杀人啊？ 我杀谁了，站长？对付这种滚刀肉，就不能太客气。刑讯逼供是吗？好，我要见我律师。这儿是租界，不是法外之地。